都怪一不小心和你产生交集，才还是光编剧编了好多剧情，心里的天平慢慢偏移，从看不惯你到变清醒。想在你世界里刻下我的印记，要用多少力气爱才能被允许，我们的手分开的间隙要多久才能变亲密。你看天边的流星来自最遥远基地，找寻了几个世纪却如此坚定不移，以星星的名义许下了决心，你是最美的秘密。变成身边的流星，守护你所有真心，不怕路途的远近，我会降落你心底。曾经有你一起交换回忆，变成不变的约定。我在他身上看到了很多我不愿意看到的画面。爸，我真的很害怕他会出事情，更害怕他是因为我。不管怎么样，我一定要想尽任何办法去阻止。爸，你赶紧醒过来好不好？如果您在我身边的话，我肯定不会像现在这么害怕。二位来了，坐。玉祥啊，郭宇的事情，因为你想办法拖住了马总，为我们争取了时间，干得不错。不想他，哎呀，不管交代他什么事情，不给我捅出点娄子不罢休。宋总，这个事儿的确是我没办好，但是我也不是都没办好。哼，我觉得林州那个事情我办的还是挺漂亮的。嗯，我还听说韩德昌跟韩元斌马上要去泰国处理林州的事情，这总是件好事吧？这等于给他们两家的联姻行为来了个当头棒喝。玉祥，这事儿你怎么看？以韩德昌的手段以及韩家的势力，这件事的影响应该并不大，只是时间问题而已。再加上危机公关的能力，我相信应该很快就会过去了。嗯，分析的不错，既冷静又客观。那这样一来，大概也用不着让韩家的事情再闹得那么大了。是是是，现在把他们两个人支走，我们就可以专心对付马可爱了。你怎么老想着对付别人嘛？干什么？不，现在不用对付了，股票回购的期限马上就要到了，在这么短的时间，他哪能筹到那么多钱？给会所打个电话，啊，准备去活动活动。股份回购原来还有期限，难怪宋天明上一次失败并没有让他受到多大的打击。怎么办？我要怎么才能帮到可爱？
你干嘛呢？你紧张兮兮的样子。王铁站，有人跟踪我。不是，谁跟踪你？是不是那个赵金凤？上次就是他跟踪我的。没必要吧？什么没必要？你自己想想看，郭宇那事让他那么难堪，我觉得就是他。我觉得这事没这么简单。他赵金凤如果想报复我，那直接找人捣我一顿不就完了吗？是。今天跟踪我的人，似乎并不想伤害我。那什么情况啊？不，你是不是搞了什么毛病？哎，一边待着去！我告诉你，我可提醒你，没准冲你来也没一定。哎呀，这我怎么可能呢？我这人……哎，你提醒一下孙倩，让她小心点。哎呀，我要去哪？宋总，我们出发了。这是夏雨行所有的行程路径，绝对事无巨细，都有照片的。好。对了，他最近开车了没有？给宋总开过几回。宋天明，他为什么要给宋天明开车？这个我就不知道了，他们一块应酬，可能宋总喝了酒，然后他就给宋总开车了。酒店那么多司机，为什么非要夏雨行开车不可？不行，这件事情我要好好安排一下。你们二位都是李记者推荐给我最好安保公司的保镖，我十分信任你们，所以请你们务必给我保证这个人的出行安全，他一旦有什么情况，及时跟我汇报。你怎么也在这儿？消息那么灵通，过来拍我啊？不对呀，你们俩怎么在一起啊？难道……可算回来了，陆小姐，你要再不回来，我都快没饭吃了，就等您给点头条呢。少来这套啊！你这不都犒赏可爱了吗？哎，瞧您说的。行，你们聊，我溜了。夏雨行，可爱，你这玩的什么套路啊？这张照片一看就是偷拍。哪有那么多套路啊？怎么了？你的公益片拍完了回来玩？你别转移话题啊！你别告诉我，我这公益片都杀青了，回来了你们俩还没和好。所以你就玩起了跟踪追击，能不胡说吗，陆小姐？你不说我可不就胡说吗？哎，你要是真想跟他和好呢，你就跟我说呀，我可以帮你。何必找人花钱偷拍人家？哎，你还真提醒我了，我这个忙，你还真能帮得上。怎么帮？尽管说。只要有我在，绝对手到擒来。
放这。我跟你们说啊，我为了上镜好看，半个多月都没吃上饭了，饿死我了。你说你这吃也吃了，该喝的也喝了，说说吧，到我们家干嘛来了？我能干嘛呀？是不是我最近表现得太冷漠了？我一家老还在这儿，还在想陆晨晨做什么的话。我在想啊，可爱为什么要找人跟踪我呢？这有什么好想的啊？你现在是宋天明的人，盯你盯谁呀？这绝对不是可爱的风格。你别乱想了，这有空多想想宋天明跟那 PTV 的事吧。PTV 的事情我已经查清楚了 ，PTV 是一个比较正经的公司，如果想查清楚宋天明的资料，必须得打入敌军内部。那你说，我要不要直接问宋天明？现在还不行，不是时候。好吧。对了，我听赵金峰说宋天明要生日了，你的温情攻势开始了呀？哎。那什么时候？具体时间还不知道，如果知道了，到时候再通知你啊。行。该是我杨大侠大显身手的时候到了。我可提醒你啊，跟那个老狐狸周旋，说话小心着点。行了，我知道了。但愿你们的驾照在替宋天明开车的时候会有所顾忌吧。也许宋天明会另外找别人代驾呢。我知道这并不是什么万全的办法，可是万一有用呢？如果是因为我没做而让你涉险的话，我会后悔一辈子的。律师事务所。我爸还给我留了基金吗？宋佳义，如若确认宋佳义死亡，则受益人改为马东升的女儿马可爱。怎么可能呢？宋佳义，哎呀，吃啊吃啊！如果我没记错，这纪维香
是你最爱吃的，还有这调料，哎。哦，对对对，是。你喜欢就多吃啊。好嘞。哎，那个宋总，今儿什么日子啊？您就这好端端的请我吃饭，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。哎，也不是什么大日子，今天是我生日，我不想一个人在家吃饭，所以把你请来。啊，今儿是您生日，那怎么办？我什么都没准备，那我就更不好意思了。哦，不用，每年都过生日，每年都准备啊，吃顿饭就已经很好了。那可不行。哎，你等着，我马上就来。你去哪儿啊？哎，哥们，面好了没？哎，好了。行行行行行，加个蛋，加个蛋。谢谢啊，谢谢，啊，谢谢，不客气啊。您请。我，哦，你是专门去给我煮面？对。长寿面是吧？对。你尝尝啊。这蛋糕啊，我是没办法准备了。煮碗面还是挺随便的。长寿面，难得你有这个孝心的。啊，这些年你没少吃苦吧？还行，还行，哎，您撑着吃吧。哎，对了，宋总，听说您之前在找儿子。对呀。那有眉目了没？我想，我已经找到了。啊。可就怕他不跟我相认。这有什么不肯相认的？因为当年失踪就是因为我，我怕他记恨我。哦，但我觉得吧，只要您啊没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儿，都好说。我也相信，您跟您儿子啊总有一天会相认的。哎，不说这个了。你之前说你想要这二股份，啊？啊？不会吧？这就逮住了老爷子的心窝，这一碗面就能换股份，赚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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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真的对酒店管理感兴趣啊？哦，这遗传基因真是太强大。不过啊，经营酒店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，尤其是这样这样的高档酒店，你要学的东西很多。哦，跟那个老狐狸周旋，说话小心着点。那之前都是跟您随便说说、开开玩笑的，我自己几斤几两，心里还是有数的。再说了，这次回来，您又给我升了职、加了薪，我觉得吧，我已经很感激您了。所以说，我觉得我现在做好分内的事儿来报答您就足够了。不急不躁，这心态很好。不过你放心啊，只要你肯干，我就是你的后盾。真的，那太感谢您了。那我敬您一杯。嗯，祝您岁岁有今日，年年有今朝。我喝了。嗯，好酒。请进。我在楼下看到了给您的蛋糕，我就给你拿上来了。给我的？今天是什么特别的日子吗？我也不知道，反正我没收到杨丽给我的礼物。好，我知道了。那你先忙，马总。嗯，去吧。
好甜啊，跟那天的冰淇淋是一个味道的。小鱼，我哪知道啊？怎么回事？什么情况？怎么大家都跑去献血了？哎呀，别提了，这是咱们酒店的集体公益，我们今天都得参加。一会儿扎针的时候，你们俩站我前头啊，听见没有？我不，不是之前都是自愿参加的吗？肯定是为了公关，然后树立咱们酒店的正面形象。没想到马总还搞这种形式主义。哎，这你可说错了，这次不是马总，是赵总。对，赵总。赵总，嗯。哎，不过你们说。韩总要下任了，我们新公关的第一把交手会是谁呢？新公关，哎，杨丽，正好有事要问你了。我听说这献血是赵总要求的。嗯，赵总说了，我们今天必须得献血，不然得扣奖金呢。怎么这么突然？哎，力哥，昨天晚上你干什么去了？哎，力哥，我也听说了，你说你昨天晚上跟谁吃晚饭去了？是不是？哎，你昨天晚上干嘛去了？我怎么不知道这回事？哎，轻点，注意形象，注意形象。你们是不是都知道这件事情？误会误会，不是女的。宋总，宋总，宋总，听到了没？宋总，这宋总过生日，人家喊我去我不去，这不太合适吧？你早说嘛，力哥，这你可太积极了。你说你是不是要背叛我们八卦小组了？你去去去。对呀，哎，马总对你可不薄啊。哎，再说还有夏哥呢。哦，对了，夏哥，哎，我忙去了。你有消息联系我。哥出事了！现在所有人都要强制献血，这以前都是自愿的，现在强制了，怎么办？我感觉现在是赵清风针对我，感觉他要穿帮了，这怎么办着？我现在在献血这儿，你快来，你快点快点，请好。杨总，还没恭喜你晋升呢。赵总啊，走吧，去帮我献个爱心，支持我工作。干嘛？献血啊？不是献血啊，我这马上还有事儿要忙，我没时间。献个血几分钟，耽误不了你的事儿。最近身体也不太好，有点虚。不太方便。我身体挺好的呀。哎，赵总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夏总，你怎么也来了？那个赵总举办的公益活动，我怎么着也得支持一下，对吧？那谢谢你的支持。好说呀，没事儿，献血嘛，走，没事，走，没事没事，献血。赵总，我们这等半天了呀，怎么他们先上啊？就是啊，去去去，滚一边去！爱心已经满了，你走，走吧，走吧。哦，这个年轻人。哎，杨丽，你不是平时都晕血的吗？这次怎么没晕？啥时候晕血的？哦，对对，我晕血，护士，我忘了我晕血。护士，他晕血，快！晕血，我晕血。那你现在感觉怎么样？我现在胸闷，想吐。啊？不啊！你我现在心跳跳得更快了啊！这怎么办呀？哎呦怎么办呀？啊！你问我怎么办？你是护士，我是护士啊！我像这种情况，在电影里面不都是应该人工呼吸的吗？啊！我不会啊！你不会？我就怀疑你是怎么当上护士的呀？这有驾驶本的人也不一定都会开车呀。哎呦，姐，哎，没事吧？没事吧？怎么了？他晕血，现在晕过去了。赵总，
他明知道自己晕血还来献血，真是的！哎，你现在别说这些了，我们应该怎么办啊？现在必须马上进行人工呼吸，可是我不会。爸，咱都成功了，你咋不高兴啊？哦，我明白了。这结果要是出来的话，如果我真的是宋天明儿子的话，那你也就坐实了是他儿子的事实。要真是事实，逃得了一时，也逃不了一世。哎呀，行，别那么悲观嘛，万一不是呢？要万一不是，你就等着吧。哎，那怎么办？睡觉。那我不惨了？哎，干嘛呀？这大周末的，能不能让我睡个懒觉啊？好呀，那可还让给韩元斌，好不好？你什么意思啊？还好意思问我什么意思？你有麻烦的意思，请我吃火锅，我们见面聊，地点我发定位到你手机上，你最好一小时内赶到，不然……喂，喂。你这是去哪儿啊？穿这么正式、啊？这宋天明约我去墓地。墓地？嗯。也许结果出来了。啊？这不会这么快吧？他如果专门找人查这件事情，一天就能出来。那怎么办？我没事，你去就行了。有什么事随时告诉我啊。嗯，我得去看一下陆振振去。能行吗？没事，去吧。嗯，行吧，那我走了。有消息告诉我啊。行，走。哎，走吧。你说你这么着急的找我，干嘛呀？吃火锅呀，吃。知道可爱最近在烦什么吗？烦什么？
回收宋天明的股份。之前呢，假订婚是达成了君子协议，也就可以说就是借的。现在呢，眼看期限就要到了，如果再不回收的话，恐怕他爸爸的酒店就保不住了。在这点上，我什么都帮不了他。也还真是。哎，你说你啊，什么都不缺，偏偏就是缺钱。哎，你要是像韩元斌那样一出生就咬一把金钥匙，再有个有钱的爹，你说你这筹码？你先吃一口，吃一口。这肉挺好吃的，来尝尝，多吃点肉啊，挺好吃的。你放心啊，我肯定不会不管你的。我是谁呀？能有我摆不平的事儿？只不过这事儿吧，还得从长计一下。你呀，还是赶紧吃吧，我怕你烫着嘴。玲玲，我带儿子来看你来了。杨丽，啊，我一直没告诉你，我就是你的亲生父亲。来，儿子，给你的亲生母亲磕个头。来，哎，
妈，我来看你了。跟以往没有什么不同，保镖也都跟着。不过比较奇怪的是，他好像知道有人跟着，但他并不排斥。很好，你不用管其他的，就继续给我跟着。不过一定要注意，不许让他开车。不许让他开车？我哪有那本事啊？我又不是交警。这不是事先你告诉我的吗？你神通广大，什么都可以做。那我尽量吧。这是我接过最莫名其妙的活。我现在手上还有一个不那么莫名其妙的，想接吗？给钱当然接了。这个人叫宋天明，是 JR 的董事之一。他有一个独生子叫宋嘉义，不过多年前就失踪了，下落不明，至今也没有找到。我知道这件事情有些为难，毕竟亲生父亲都没有找到他儿子。明白，我尽量吧。你可以从他们找过的线索入手，还有这个人，赵清风，宋天明的心腹。好的。我交给你的这两件事情，需要你对任何人都绝对保密。放心吧，我很专业的。辛苦你了。没有。我见宋天明了，这有些话我也不知道该说不该说。有什么该说不该说的？鉴定结果出来了，他认出了你，无非就是这样。切，还真是啊。那哥，我说了，我一直都不想知道跟他是不是父子，他愿意认谁认谁。他还跟我说了一件事儿。什么事？照片这个女人叫朱琳，是你亲妈。
小的时候，你得满院子跑啊，围着我团团转，身前身后的。那些年呢，我真的是一点孤单都没有。这几年呢，我这年龄也大了，尤其是你参加工作这一走，这满院子空荡荡的，连个说话的都没有，我是真感到孤单。孩子，当你失去了亲人呐，这孤单会伴你一生的。夏夏，你得记住，如果你遇到了让你一生都不孤单的人，你可得要把他抓住，就可不能让他跑了，啊。空气诉说。